橘子、葡萄、香蕉。女人就是个恶魔啊，还说医生要把我囚禁在这里。那个女人带来的食物里混入了什么东西，思维变得很奇怪，身体也没法自由动弹。谁来救救我，拜托神啊，我什么事也没做。对我说明天就会让你痛快了，到底想做什么，我已经想不到了。每天都在发呆，身体动不了，卡拉大概无够可耐。大脑完全没法思考，卡卡呜呜放松了。嗯，考完这你干嘛？想要找火种是不是？有啊，今天有化妆。嗨。对。那个应该是解谜的东西吧，因为我拿它没有反应啊。嗨，因为今天有化妆，戴隐形眼镜呢。奇怪，煤油灯不能拿。
油灯要去哪里拿啦？设定的啊，你只要探索到一定的那个步数之类的，它就会出现追你，然后你只要跑一下，它就会消失了。啊，帮你忙，不把火给我。熄灭。这就不能走。那如果我慢慢走过去会怎样吗？哪里才有点火的东西？屁嘞！等下我又死了。是孔是红色。它叫烧鱼诶，还是可以把它丢到那个火炉里面，它就会烧起来。
车要飞车。埋伏在门口那边。传给你啊，我打算给你。拜拜。哦。头绪都没有，因为我该调查的东西全部都有调查过啦。第500只囚体，已经好多只囚体跑出来要追我。因为那个啊，要去二楼啊，二楼那边。有一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可以烧木材的地方啊，然后因为他那边又说太暗了，没办法前进。啊！我被提示了，钢琴线那里走廊右侧可以调查，耶！